我的座右铭是坚持到底，永不放弃。有想过放弃吗？不能放弃的。为什么？就放弃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嗯，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是利润很低的一个餐饮，那我们也知道，就是说我们除非把量体做大，如果量体没有做大，那我们的获利就会很低。投资餐饮是需要很漫长的时间，你要每天在那边盯，就是用生命跟他耗，你才有可能做出一点点的成果。